往泸州，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03哦，学车哈，台北捷运中横行路线三和国中站哦，时间是30分，所拍摄的是433次，开往泸州的737型自适系列422421编组的高年雄，刚刚刚刚集合 to 泸州。To 泸州，车门即将关闭，前门准备关闭不完嘞，三个国中站关闭车门了。三个，对，但是我们。徐汇中学，很有名的徐汇中学。中学站到了，原来是一分。哎，家们，我泸州。欢迎他们，徐汇中学站了，嗯，泸州。今天超多人，泸州时间是早分，在徐汇中学站集合，拜拜。